你来这里派啦！我真是一阮师吼，叫我来甲阮小师妹斗三工，你知无？师的。哦，系啊系啊，我来安尼讲讲出来。你甲廖凯宏偷偷跟在我后边，甲计罗家峰甲阮俊宇救起来，这是我甲阮爸爸的代志，免你这外人踮啊叽叽嘟嘟。我替你世上很济，你竟然讲我是外人，以后你的名字我拢袂管。爸那也无事先甲我讲，伊会叫瑞安。交开临时董事会，文武生集团无善食家，所以当交钱来过日子啦。所以你有偌济，你就尽量提出来。当初是不当，甲执行长位置搞假冒，是你。但中心安怎算会算袂着？讲伊千拜托万拜托的救兵，就是一直想要甲伊吃掉的敌人。黑勇，是你。我是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，我绝对反对，把交到引进我饭店的经营。我才是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罗家峰，我今日叫您来，不是来讨论的，是来公布结果的。有气的，罗大哥，我以执行长罗家峰的身份，甲金宝集团博弈产业代表，加合作协议书。哎，就多嘛的啊，就多嘛的。伊是阮金宝集团总管沟通数块集团的工厂。另一下班啦，这个合作取消，咱一开始就要设计这个人入局，伊即马已经离开啊。